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你在这盯着，一会儿我们再会合。徐队长，你小心。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はい。上枪。分头行动。是。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梦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梦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你。 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連れてけ。 出来吧。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婷姐呢？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给我接宪兵队。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連れてけ。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州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你跟踪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你准备怎么办？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兵模板更重要。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我不知道这命只有一条吗？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 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兵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上头汇报。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 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不用了。我想基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可是，行了。 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是。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 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周伯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伯浩的敌人。 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那将军的意思是？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美珍？ 将军阁下，犯人我带来了。美珍，你是怎么回事？ 周茂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茂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小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
他是清白的。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的孟浪。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请吧，周会长。将军阁下，将军，周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那我能走吗？可以，回去好好休息。告辞了。将軍、なぜ彼を話すのです？城門派は何かを知っています。拷問す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ふん、小島君、殺戮が目的ではない。中国征服するには武力だけではダメなのだ。浅はかでした。武力ならば帝国は勝てる。だが思い上がってはいけないのだと。ただの殺しでは多くの者が我らに反対するだろう。それでは中国を征服し、大東亜共栄圏にもさらに手間がかかり、失敗もありえなくはない。我是你祖宗。
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小機関の実験室が襲撃されました。何？誰がやったか分かるか？具体的な状況はまだ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将軍、どうしますか？ 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だろう。まさかこうなるとは。だがしかし、まだ負けていない。実験室を破壊し、さらに大きいのを建てる。将軍、この私に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を捕まえさせてください。無用だ。奴は逃げた。お前はシュメイジェンを尋問しろ。 会说中国话吗？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吉关的实验室。还有吗？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很好。走错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就许队长？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是。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头疼啊，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我看还不如杀了。那可是俘虏，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 跟着他们。 Thank you.
干脆不救了。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梦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老周，我知道，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信得过我吗？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小日本，妄想！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瞧看你这样人的罪，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禽兽！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因为你们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拷问を続けろ。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想出什么好办法去救徐美珍了吗？没有。怎么个意思啊？你这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了？时间紧迫，这么拖也不是个办法，得赶紧想着。知道了。你去哪儿啊？喝碗馄饨。将軍閣下、何も自供せず、情報はまだ何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もし一人なら、拷問は怖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方法を変えるしかない。
周末浩の方は何か情報あるか。周末浩ですが、現時点では何も。あの指名陣を使って探らすのも良い。もし周末浩が敵ならば必ず動くはずだ。そして指名陣でワンウェイヤーを釣るぞ。奴こそ最も恐ろしい敵であり、暗黒の中の殺し屋だ。吉野です。司令官閣下。はい。はい、司令部に従います。はい。食材の機会を感謝いたします。将軍、何か。もう将軍とは呼ぶな。なぜです、将軍閣下。司令部は大河教授の事件により私を降格した。今はすでにただの大佐だ。そんな。将軍閣下、もうすでに君に言った。もう将軍と呼ぶな。いえ、私にとってはあなたは将軍なのです。私を一人にしといてくれないか。小島君、君の苦心もわかる。だが今しばらく大佐と呼んでくれないか。多くの時間はかからない。今回で汚名返上を絶対にしてみせるよ。
我们温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多谢夸奖。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是，我将视你为对手。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 能被堂堂大日本皇军的少将侍卫对手，我这个小兵，真是受宠若惊啊！哼，你配得上。谢谢。長官，憲兵司令部に何のご用ですか？ 小岛君见信如面，几日不见如隔三秋，甚为想念。不过你我敌对，身不由己。听闻日军抓捕我爱国义士徐美珍小姐，本人甚感焦虑，不得不请贵军的吉野将军到我处做客。下午三时，请代徐美珍小姐与我在城外竹林相见。到时候你自然也可以见到吉野将军。切记，不要耍花样。 吉野将軍、ワンウェイ・エンの住所は分かるか？すみません、分かりません。ゴミめ！小島さん、上に報告しますか？報告？大日本帝国の将軍が捕まったと堂々と言うのか？すみません！すぐに将軍を救出だ。はい！ 请吧。
交道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来吧，雨振，先走。 萧道君，有缘再见了。。長官、容体は？なんとか助かりました。銃弾が肩から貫通し、出血多量により現在出血は収まり、目が覚めれば話せます。生きてもらわないとな。もし何かあれば報いをさせるぞ。どうかご安心ください。行くぞ。 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好，请坐。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基业，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祖宗，怎么样了，美珍？好多了。能走路吗？没问题。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我不想去重庆。这是纪律。 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他走。需要我送你吗？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好，来。長官。容体は何とか助かりました。銃弾が 肩から貫通し出血多量により現在出血は収まり目が覚めれば話せます。生きてもらわないとな。もし何かあれば報いをさせるぞ。どうかご安心ください。行くぞ。 祖宗，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新兵，在培训班学的全部要点都忘了？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报告，进来。祖宗，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啊，去吧。是。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何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自信過剰になるな、襲名前を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まさか。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細心を払うべきだ。 文渊，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方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也许是我多虑了。 谁？是我，周伯豪。老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怎么回事？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而且日本人。
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赵。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这个眉间很高大。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你是？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谢谢。站住！干什么的？先生，上车。